着吧，说话要送你的，刚好我一朋友在卖这个，就当是让他带给你的。谢谢啊，你还记得呀？小时候你就想要这个，不过那时候穷买不起，现在就当是补上了。不过这么久的事情我都以为你忘了，但是现在最好用的机子应该是索尼的英文。你不要你，那你还我。哎，送都送了，想要拿回去没门儿。来，给送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看呗。好家伙，配得上我的皮啊。去哪儿？回家，我还有点事儿呢。那行，咱们回家。这个外套就先放下，下次再带给你啊。好吧，拜拜。嗯，跟我了，拜拜。你回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上次过来，我看你家里很多东西都用的差不多了，我就从超市买了一些过来。那我家钥匙你怎么有的？你是真没记性，还是给我装傻？那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。还出去干嘛？菜我都买了，酒我也带了。今晚我们就在家吃吧。好啊，那我先去换衣服了。没有，挺好吃的。你新买的手表？算是吧。什么叫算是？你这会儿倒挺有趣的。不过，挺好看的。不说这个，咱们喝酒。若是真的，敢问作者何来醉意。